哎，行行行，我想买辆汉兰达。哥，你眼光是真的好啊，但为啥非要选它呢？它是保值神器啊。就它，骗你了，姐今天必须让你知道它好在哪里。豪华大气座，那跟你的身份是非常符合。霸气的前脸，充满肌肉感的车身，像不像汽车界的叶问？为啥像叶问啊？都有王者之气。我图那玩意儿干啥？我买它就是为了保值。大哥，你平时是不是只会夸你媳妇儿贤惠啊？别看它大，油耗也就5个多吧，既能陪你上山下海，又能跟你柴米油盐。你说省不省吧？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啊？上车，12.3英寸彩色 TFT 全液晶仪表。JBL 高级环绕音响系统，哎，你干啥？还有这个中控台的储物槽，还有这个中央扶手，你见过这么大的？有点意思哈。哦，一看大哥就是家庭美满，儿女满堂。你咋看出来的？那谁看车只看后排啊？后排放倒，空间翻倍，想装啥就装啥。大哥要试驾一下不？哎，不用。想知道它好不好，必须上路跑一跑。动力强劲，加速顺滑，2.5升 Dynamic Force 发动机，功率141千瓦，扭矩238牛米，配合 EVO 电子四驱系统，转向更灵活，脱困更迅速。大哥，咱该说的说了，不该说的也说了，那现在对它是不是有了全新的认识？挺好。那现在买它图啥？保值。我太难了。